文英，哎，文英，哎呀，队长您来了。最近怎么样？啊，累坏了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啊，那队长您坐。文英啊，哎，你最近家里出了不少事儿，知道你挺难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也得到队里参加点劳动啊。我正在给你们算工分儿，你要不到队里参加劳动，这工分我可怎么给你算呢？ 您看，队长真是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就给我2天的时间，我保证不耽误工作的。这还是小事儿。过一段时间，咱村要实行包产到户了，每个家庭都要按规定完成产量，剩下的才算自己的。不按工分进行计算了，我怕你一个人又照顾家里边，照顾婆婆孩子，怕你完不成规定的产量，那就更甭说有富裕了。没事的，队长。 我能行。红英，哎，红英，哎，不好了，你婆婆到河边去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啊，大嫂。 您知道大头家住哪儿吗？不在100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娘，以后别再往外跑了。你要听话，你吃什么呢，我就给你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没乱跑。大头在那，我去找他。 给我娘做水喝啊！听话。怎么这么早啊？
怎么了？做噩梦吗？啊，没事儿。没事吧？睡吧，睡吧。金哥，哦，去砖厂了。哎。我听说啊，金根有些日子没去砖厂总矿工。那有什么呀，人家有事儿呗。你这什么脑仁啊，你就黄铜粒那么大点儿，什么也想不明白。我又怎么了，你说我。你想想，这金根早不矿工晚不矿工，偏偏红英的男人死了矿工，哪儿那么巧啊。哟，这个事儿我可没想到哎。哎，也不一定啊。自从二丽丢了以后，金根对茶花可好了。是不是他们家又有什么事儿了？说说得了呗，还当正经事儿。进屋，喂奶去。你干啥呢？上地里干活去了啊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没在家呀。哎，你那心里捏过什么鬼主意呢？婶子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是听说最近你家事儿多，过来看看，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嘛？哎呀，我们家能有什么事儿？我们家有事儿也不敢请你帮忙啊。你这可就见外了，这一个院住了这么些年，有什么不好开口的？哎，你听谁说的我们家现在有事儿啊？我金根老弟整天跑里跑外的，还一个劲儿的旷工，你们家没。他没去上班啊？他不知道啊，那没事了，婶子，我也是听说。婶子，那我先回了啊。哎哎哎，你这话怎么就说一半啊？婶子，我就是我听说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我的鸡蛋呢？啊，这，这。我去红英那儿，晚上不回来。嗯。哎，那你慢慢走。给你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干了，走，歇会儿去。哎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。
那块鸡蛋也是米拿来的吧？你也真是，我说一声，放在那儿，万一被人拿走了怎么办？哪话啊？我就是刚来给你送鸡蛋。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看又不承认了吧？知道你对我好，承认什么？啊？ 乱七八糟的。娘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去砖厂啊。胡说！我刚从砖厂回来，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？你们家有钱是不是？你这不去上班？ 没有钱，家里吃什么？娘，怎么了？你问他，你说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我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娘说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非得撒谎？你们别管。 我饿了，那行，一会儿给你做饭吃啊，娘。哦，哎，婶子，鸡蛋，鸡蛋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自从大头出事之后，他就变成这样了，现在连胖丫都不认识了。 捡的，哦，你知道这是谁的孩子吗？不知道，我娘说了。 说凡是写的生辰八字的，都是爹娘不要的，所以我没去找。哦哦，出去玩了。金根，金根，啊，啊，这两天你去哪儿了？我没去哪儿。 能不能和我说说，我也挺担心你的。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别多想了。金哥哥，金哥哥。啊，何香，有事儿。何香。 何香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没事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
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你知不知道二弟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现在红英每天抱着那孩子，就是二弟。你可别瞎说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俩孩子盖着的被子是一样的。那也不一定说就是二弟，兴许是别人家的孩子。生辰八字也一样。特香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别管。你怎么当爹的？怎么了，红英？他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我的二弟。10月16，你看，这身子底下的小花被，都是我为他缝的。他真的是我的二弟，二弟。那你们怎么把它放在后山上呢？后山啊，我是从后山上捡回来的。那肯定是我婆婆，我婆婆把它扔那儿了。她一直想要个孙子，我和金根都长大好长时间了，二弟。我都快不想活了，这要不是何香说出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二弟就在你这儿呢。红英，红英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娘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。谢谢，长花，你快起来吧。谢谢。那什么，长花，真的是对不起你，我家男人手笨，把孩子给摔了。摔了？啊，摔了。摔哪儿了？摔在这儿了。这有一个小疤。
说这么大的人啊，干活心里有数没数啊？出去这么半天了，还出什么事儿啊？掉下来的瓦片给砸晕了，不过没事，你就是皮外伤，养养就好了。
还不能走。跟爹回家吧。不了，我娘都饿了，我得回去给她做饭了。红英，今天说什么也得跟爹回去，听话。哎呦，爹，你没听我婆婆说吗？她都饿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给她做饭了。我走了啊，爹。哎，你的家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家没了。红英啊，房子都烧没了，这是邻居们抢出来的东西。他就是再烧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也是我的家呀！爹，你让我回去吧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跟爹回。红英，红英，你怎么了？红英。嫂子，哟，小李呀，海生兄弟在屋吗？没在屋呢，他肯定在暗房，你到暗房去看看吧。暗房？海生兄弟在屋吗？我进来了啊。
做饭了。屋里等着谁伺候你？呵，你瞅瞅，你瞅瞅啊，抱着一个，领着一个，怎么着？怕丢了啊？来。把这药喝了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瞅瞅你这脸耷拉着啊！自打二弟丢了以后，你整天耷拉脸给谁看呢？谁欠你的钱似的？我说是可怜你，给你做两天饭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姑奶奶养起来了。喝药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这又不是毒药，你那喝，你喝不喝啊？你喝不喝啊？啊！我还说不了你了，娘，聋了你！这又干什么呢？我就让他喝药，你这，你又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？什么叫乱七八糟的？这药。这药是我花钱买的，是我寻的偏方，为了让他给你生儿子。生生生生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要再弄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连锅一块砸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这雨还说下就下了，孩子呢？屋里玩呢。回来晚了吧，好戏没看成。怎么了？金根家又闹上了。他家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。哎，今天我看见好东西了。什么好东西？我不是到于海生那儿找他给我写信去了吗？你找他干嘛呀？我会写几个字儿。写信就是个由头。主要是给我表妹提亲去的，以后少去啊，他要能看上你表妹才怪呢。哎呀，还真让你说着了，他还真看不上我表妹，你猜他看上谁了？你说完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家呢。哎，你别起来呀，红英。娘，我们回去。哎呀，红英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的伤还没好呢，红英。红英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娘，红英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伤还没好呢，红英，哎，红英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回家。红英，你就是回去也没用啊！我下午就去把剩下的2000钱给你退了。退了我也回去。红英，哥求求你了，就踏踏实实在这住吧。你让我回去吗？红英，红英啊。这儿怎么就不能住了？这儿也是你的家。
西兰，你来表妹啊，给找着婆家了没啊？再不去啊，都成奶奶辈的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家的表妹可水灵了。哎，菊兰啊，你不是一心想把她说给于海生吗？怎么没说成啊？是说不成了。于海生怎么能看上我表妹呀？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呀，惦上梁红英了。有这事儿？你说什么呢？何香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在于海生那个小黑屋里看见梁红英的照片了，还有画像呢，那画的跟真的似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他要是跟梁红英没什么关系，凭什么给他照照片？凭什么给他画画像啊？啊！赵菊兰，你看我怎么撕了你这张臭嘴！哎哎哎哎哎！干什么你？哎呀，哎呀，个小人啊！哎，对，你快捡吧啊！不然呢，让哪个野男人给你捡跑了？我不要了！哎，不要了！我还在那边是干嘛呢？让开！哎呀，哎呀！别人家爱怎么样跟我们没关系，咱们都住一个院子，闹成这样，不至于的。就是。哎呦，你们还在这儿为红英的事吵架呢，人家早就搬回来住了。嗯。哎，婶子，婶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她那疯婆婆把房子给烧了。没地儿住，他们都搬他娘家来住来了。真的。